那都是慈悲嘛。让生活慈悲，让心更自由，生命天使和你一起吃素念佛，放生点灯执着，请收看慈悲心法语。广谈处理心，处理心，三乘戒律的共同基础。无论出家僧众或在家居士，受戒首先必须有处理心。就能否升起处理心而言，得到人身要比得到天人身还要可贵稀有，因为在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中，只有欲界的众生才能升起处理心。欲界又分三恶趣，人趣与欲界六天。三恶趣中的众生，或因所受的苦太猛烈，或过于愚痴，而产生不了处理心。欲界六天中的天人，则因过于放逸，忙于享乐，而不想发起处理心。人类有苦有乐，故才有产生出离心及受戒的可能，但也并非所有的人类都能如此。
们这个小世界中的人类分住在四大洲。北俱泸州的人因遇不到佛法，没人引导，故被排除在外。其余三州的人，即使升起处理心后，也需五根具足，且未造五间罪，非为黄门等，才有受戒的资格。宗喀巴大师对戒律的弘扬影响巨大而广泛，他在三主要道论中解释发出离心的理由是说，无出离心无喜灭，希求有海乐方法，犹豫有乐负众生，故先寻求出离心。法王在《胜利道歌》中也叙说了以出离心为基础受持境界的功德和破戒的不坏，一切甚深定缘乐，皆从依此而生故，破戒恶趣飘无垠，勿令自迷应取舍。在《中严心之明典》中说，贪着现世无法缘，享受欲乐增贪心，利乐嗔欲求不得，如梦买卖勿舍弃。修行人因反其道而行，依照圣者的教诲，切实认清世间法的过患，进而发起无为的出离心，在受持境界闻思修行，一步一脚印地迈向涅槃圣城。Thank you.
分人既想得到世间的圆满，又想得到出世间的解脱，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以这种发心，不要说今生，就是千年万年甚至上一劫，也不会有解脱的机会。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两个完全相连的法，凡夫妄想两者兼得是万难成功的，只有福慧具足的圣者才能实现。就像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所教示的那样，世上难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所以要做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，尤其是出家众，一定要常常关照自己的相续是否已经真正产生皈依心和出离心，是否对上师三宝升起了不退的信心，戒律是否清净等等。正如修学佛法的同时，不放弃贪恋世间八法，如此下去，其相续中终将产生邪见，丧失正知正见及对佛法的信心。此时就会出现许多违缘，破根本戒也在情理之中，今生后世都会感受剧烈的痛苦，以后无法得到暇满而修学佛法。Thank you.
所以今生发起出离心，手持境界极为重要，这是后世安乐之因。因祈祷上师三宝加持，手持境界故遭受为缘。现在我们已得到暇满的人生，完全具足了修法的顺缘。如果不趁此机会把出离心手持境界，设法调伏自相续的烦恼分别心，过了这一世，到了中阴或后世时，就根本没有机会得到解脱，到时后悔莫及。从修法感受方面而言，依靠强烈的出离心而手持清净戒律的人，因为了知轮回中的万法都是无常无实，是业障幻化所成，所以会自然断除无始以来对五欲乐的贪求。从长远来看，第十天远不及亲近持戒的修行人，因为第十天对轮回没有强烈的出离心，在福报享尽后还将堕入恶道中受苦，但以出离心而亲近持戒的人，却会进而获得出世的解脱安乐之果。如果没有出离心，就不可能会有自始至终都全心全意皈依三宝的决心，得不到上士大乘和中士声闻的皈依戒，甚至只是一种盲从的行为而已。在家中同样也应对轮回升起厌离心，对解脱升起希求心，就像去拉萨，无论是徒步的乞丐或
乘坐飞机的富翁，都是朝向拉萨的目标前进。否则，连别解脱戒的戒体都无法获得。生儿育女是身为女性的天职。对于小玉，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，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，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。我常在想，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每天辛勤的工作，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。我一直疑惑着，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，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？这天，我被扣上了项圈，带出了羊圈。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，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，我觉得十分害怕。脚步停了下来，眼前的小身影使我雀跃。原来天伦之乐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幸福。Thank you.
朵红雪。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